8月中旬、夏の盛り、うだるような暑さがトリスタの街を包み込む時期。帝都から帰還した俺たちは、5日ほどの短い夏季休暇を終えて、授業や訓練を再開していた。そもそも士官学院は、軍と同じく、年末年始以外の長期休暇は存在しない。だが、貴族生徒に限っては、将来の領地運営の勉強などの名目で、故郷への、この時期、1組2組の生徒たちの、ほぼ全員がトリスタから離れていた。そんな中、3組から5組までの生徒は、彼らを羨みながらも、勉学と修練に励み、俺たち7組のメンバーも、全員がトリスタに留まっていた。李恩是住在北方，所以不会说太热。这是五个国家他们的通商会议，类似 ECFA、TPP， 还有好多啊。还好吧，只长得比较有力而已。可我觉得他那个 CG 动画的表现，就整个人很霸气。教官来了，大概我也要上课吧。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。おはようみんな。
今日はみんなに新しい仲間を紹介するわ。新的伙伴，会不会是 Spy 2吗？変ニュース。本当ですか？それじゃ、入ってきて。ムース。哦，是那个学长。哎呀，不是白兔。あれ、二年のアームブラスト先輩？クローアームブラストです。今日から皆さんと同じ7組に参加させてもらいます。てなわけでよろしく頼むわ。どういうことですか？いやー、これには非常に深刻かつデリケートな事情があってだな。はあ、よく言うわよ。こいつ1年次の単位をサボっていくつか落としててね、このままじゃ卒業できないって慌てて泣きついてきたのよ。それで特例として3ヶ月ほど7組に参加することになったわけ。なんだそれは。感觉好像是那种要不想延毕，然后去主修了。知ってるかもしれないけど、去年アークスの試験導入に参加した実績もあるからね。その点に関しては君たちのいいお手本になるかと判断したの。特別実習にも参加してもらうから、そのつもりでいてちょうだい。いや、一通り説明されちまったか。ま、そういうわけでよろしくね。同じクラスになったからには先輩後輩抜きで行くとしようぜ。はあ、なかなかそういうわけにはいかぬと思うが、ぶっちゃけ軽すぎ。サラ教官、扉が開いたままということは、还有转学生。え、それって、哦，啊，バレちゃった？安杰丽卡。というわけで、不，安杰丽卡。出てきて挨拶しなさい。啊，待ちくたびれちゃったよ。哦，梦想实现了。嘿嘿嘿。え？何？君は。ナルダ高原で会った。うん、お久しぶりだね。初めての人もいるから改めて自己紹介するね。僕はミリアム、ミリアム・オライオンだよ。こっちがガーちゃん、正式名称はアガートラム。好白痴的反应。ワロックストリデで見た。するとノルド高原でそなたたちが会ったという。ああ、そのでっかいのは教室内で出すのは禁止ね。下手に壁でも壊されたら私が怒られちゃうから。うん、しょうがないな。そんなわけでよろしくね、7組のみんな。私もその方が面倒がなくていいんだけどね。なかなか面白くなりそうじゃねえの。哎呦，太棒了！现在两个新同学，这样特别时期可以换点人进去。哎，不是不是那个。知道那名人物的名字吗？哎，这个他讲了那个枪支女神之前有出现过，对不对？就是别的系列做的。
枪之圣，因为我在《壁之轨迹》是不是那个片头有看到有个女的，有那种感觉，还是我会错意？猜对题目哦，终于到了自由活动日了。私としてもささやかながらさらなる協力をさせてもらうつもりだ。ま、楽しみにしてくれたまえ。我蛮好奇孩子们的这个组织，有还有没有其他类型的角色？还是说只有他一个小孩？接下来就是算日常吧，去找安杰丽卡啊，不，那个去找人聊天吧。突然有个事件。啊，リン君，这个声音。今ちょっといいかな？7組に新しい子が入ったでしょ？学生手帳ができたから早めに渡しておこうと思って、その前にも。
去二楼，再去找。哎，这里有主线任务，看看。然后弄个积分点数之后，明天可以去地下城。哎，这里有没有人啊？那个摄影社上一张还蛮怀念的。哇，这边居然没有那种照片可以欣赏。扣扣扣，有人在家吗？起来，白兔也蛮聪明的。哦，各种手机。现在去找个小屁孩来乱跑。哦，居然还可以呼绕人。哎，先找两个，选两个去找他嘛。好不。技术洞，哎，真的找在这里。
是在二楼吗？换战豆腐。又跑掉了。啊，速度也蛮快的。好，最后一个地方。我以为是讲他自己的爸爸，原来是游戏师。哇，又跑了。哦，最后要怎么抓到？哦，在屋顶抓到他。他就上床睡觉。哎，这样子306的房间就是给他喽。哦，难怪会有多一个空房间，就是会有人转进来啊。
感觉像一匹驯马，很难管教。哟，お疲れ。哦，学长。お帰りなさいませ、皆様。お先にくつろがせてもらってるぜ。会不会不真的不带他去，他就自己进来的序章很近，所以应该会接到序章的部分。好，这是我们第五章开始行动的意志。哦，当然是散步啦。那时候要去找妹子，三楼。Hello， 三楼。哎，这时候有没有要去找？我们新同学，哎呀，这样子就要开，哇，这房间不错。又新开讲师啊，哦，超多的。都拜访一下。都没有什么突发事件。哎呦，呀丢！啊，艾玛不在。哦，那这样子，我觉得他是在跟那个他的猫。找学长会有事件发生吗？真的啊，都不锁门啊。还好哦，哎，那个学长他有大头贴，还不是那个海报。哇！还以为是熟人，这跟那个谁很像，不认识。哦，这个可以拉近。好吧，这马赛克就不看了。拜拜。那去一楼，我会撞见一些事件，试试看。哦，真的艾玛在，哎，真的，
猜对了。Hello， 瑟雷奴。Sharon， 我跟没有跟他讲过话。好，现在就上床睡觉吧，迎接明天的地下城之旅。终于可以用新的角色，觉得很开心。啊，走错了。四月十七日，拜托，不要再给我任务了。现在是暑假，有任务吗？哇，真的有哎、欸！勉为其难的解一下。好，先去解我们的支线任务。叫的七大不可思议，我觉得蛮好奇的。
要一个探索太麻烦了吧。哦，七个。第一个美术教室，第一个是美术教室，第二个无人的演奏会，第三个是图书馆，超多 ，Oh my god！ 操场的坟墓，去问一年级的宝拉。没问题。练武场的悲鸣，第二个地狱池的红恶魔，先去第六个好了，因为第六个比较难吃。需要去问钓鱼社的社长，有点麻烦。第一学生宿舍 ，Oh my god， 太吵了。好，先去学校北边的那个小池子。拜艾玛啊，这边没有路。哎，小池子在哪？钓鱼的地方是在那个外面，对不对？城市旁边，小池子，哦，找到了。哦，钓鱼社。这样就没了，就是刚刚批发完，然后下一个任务是猎物场的悲鸣。对，在右边。就是门的声音。火喝，这样也太欠妥了吧。好，换操场的坟墓。这也太神了，是因为不及格的考卷太多了，所以就变粉末。好，换图书馆。哦，这任务也超多的，去问管理员、教官。
哇，觉得图书馆的禁忌之书是 A 书哦，好烂哦。然后换音乐教室，在主校舍的二楼。还有美术教室，好，找到了。OK， 好，这样的任务快结束了。接下来有第一学生宿舍的传闻。好，这边是哎，我、欸哦、在二楼，去音乐教室。钢琴是坏的吧？好，找到了。哎、欸，走错了，走错了。音乐教室在，我想想，转先去第一学生宿舍，到了，骚灵现象。就打破盘子而已啊！点点点，然后最后一个了，终于了。哎，你是谁啊？哎，我拿到特殊道具。哦，因为在调音，然后那个人被挡住了。它、啊、好烂哦，这样就没了。哦，这边是一个演奏会。好，回去学生宿舍。啊，不，学生会议馆，去的二楼。然后我终于跑完了。喝的其他螃蟹。先换技术洞的主线任务，然后最后再去地下城。啊，又要测试倒立车，各种白老鼠。哎、欸，我想问一下，如果倒立车任务失败的话，会怎么样？会不会是哦，酷哦！
好，立刻开始测试。哦，就没有 AP 而已。因为我以为是会摔车什么的。然后会长好感度下降。叫校舍，对啊。哎，右转吧。这个道路超长嘞，测试结束了，好，接下来就是把那个羁绊点数花完，就赶紧去地下城。
应该下次实习的地方就是在商，就是通商会议的附近吧。哇，哎、欸，这感觉是很棒的火系魔法。Yes， 解完了。好啊，教官有约，只能去了。教官。梁教官会要训练什么啦？来看看就知道。啊！哇！哎、欸、呀，好赞哦！那个女生训练，然后李恩在旁边，太爽啦！哎、欸，这次白兔应该也在。哦，教官。要跟谁比呢？跟大欺小，各种乱摸，哎，我接歪了，三点点数。
他现在才开始会游泳吗？就他学了好几个月，只会游50公尺，太扯了。好，去下一个地方。哎，这边都没什么兴趣哎，只能找亚丽莎。哎，飞不见嘞。这女的也太麻烦了吧。哦哦，为什么这所学校那么多傲娇啊？喜欢就说出来啊！好，这边就结束了。哎，羁绊点数我们可以留到之后吧，之后再用。好，先去救小蛇。哎呦，今天的高潮！哎，等一下，我看算了，不知道选谁。哦，有两个人是固定的，那最后一个人就找补血的吧，不然会爆炸。队伍配置差不多这样子。哎，等等等等，我应该找双补血啊，因为剩下都打手。好，先上个厕所。Thank you.
よし。よし。哎，说的也是，捕食再多一个好了，把其他一个人换下来。哎，这个加艾玛还是艾瑞特好了，补血比较多。再来是这只，可是飞我也想带，因为他的那个大招范围很广。好，第四层有剧情吗？哦，这是第五章了，讲错了。好，先去第四层看一下。应该会有之前的回忆吧，就是可能胸口又痛了一下。哦，对哦，对哦，另外两个人大绝超广，所以 OK 啦。好，接下来去第五层。没有打不赢的敌人。我今天应该会开到六点多吧，希望把这边破一破，然后明天继续开。因为今天八点要刷怪物弹珠，所以我现在想换劳拉，哎，我记得他也会打晕的人哎。先休息啊，忘装猪猪。学长，我觉得有点没有说很强哎，想把他换下来。不喜欢用你，有下去。好，行くぞ。我这边要存档一下，上去就是在这边宕机的。应该有艾略特跟亚丽莎 ，OK 吧？